方，全国人民的北大仓，热热闹闹等你来，这个饭菜绝对香。东南西北方，还是东北方啊！星探俱乐部，你到底冲不冲啊？快喝！哎，刘老师，辛苦了。哎，老舅，哎，大哥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来来，老舅好，你好，哎，老舅好，老舅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三哥，好了好了，哎，对，哎呀，三哥你好，你上雷北方，我神要带雷回家，结果给我整回珲春了。你家是珲春的？我家长春的啊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你也有个春字吗？都亲戚嘛，都亲戚，一个长。好，两位飞行嘉宾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啊。今天我们是珲春春季朋友王争霸赛。朋友王，为什么有老舅呢？老舅是我们节目非常重要的朋友，因为我们的主题曲也是老舅帮我们写的。哦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车宝罗老师呢，是我们优酷的平台的非常好的朋友，所以也受邀参加这个比赛啊。谢谢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咱们都看过老师好多影视作品的，韦小宝那个，对。瘦头陀，来广播。这好弄。我告诉你，前面是问题，就问你东北虎一那个什么玩意儿，怎么回事？对对对，完就最后答案是有可能玩意儿，有可能。对，啥呀？Северо-восточном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парке тигра и леопарда насчитывается. Они каждый день проходят около 8000 шагов. 还有个火鸡啊！最后杀狗，我这还有个偷搜，我还积累。这玩意儿我刚才惯的，一个人听一个样子。Около 8000 шагов. Северо-восточ.那拉桑尼的巴里基，斯卡拉伊利亚，巴拉丹纳斯塔维塞比扎哈，哦，塞贝斯贝拉塞格雷特。大哥，这听着像一半英语，一半俄语。他这个是什么支架都干出来了。支架，整到医疗这一块。支架，这不写吗？支架你不带五个步骤吗？支架都干出来了。你别瞎答啊！一会儿你那点扣分都扣没了，你看看。哎，我扣分了吗？扣了，来，我就直接捞重点，就最后来。哎，你干几节？把它活接。我干了，我西米第七十二个。你这妥了。稳稳当当的，板板正。8000步。哎呀！哎哇，这狠呐！东北虎每天大概走多少步？请回答。8000步。正确。耶、yeah! ！哎，他厉害呀！这样给全干来了。我纯翻译。不是你这怎么记来的呀？刚开始我俩商量战术嘛，就后面嘛，就背后边那一句。我跟你说，你那个战术绝对是对的，但是你没写字儿，你拢共写五个字。我后来给他答题，你盲猜能行？我跟他盲猜，我都急眼了。好，第一轮结束之后，老舅10分啊，很厉害啊，恭喜啊！你这10分得的含金量特别高。下一道题，我们有一个简单一点的版本和正常的有全文的版本。我们选择哪一个？就刚才那种呗，我都整出来了，这战术都出来了。来就来难的，简单的我们不答。好，来，那就正常版本。请问珲春火车站共有多少趟班次的列车？междугородние поезда, высокоскоростные поезда, поезда. 那你们都呼出来，也听不着声啊！这。общей сложности есть 22 смены. 哎呀妈，这也挺难的。Хунчунский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й вокзал включает. 就在这，我就整出仨单词来，我就在这蒙一蒙，看能不能有那个。我感觉你还能对。乌萨卡拉卡斯内伊巴伊斯达伊巴伊达里。哇哦！
大利了，柳树啥玩意儿？来，完了，这把没蒙对，不行，我看你能蒙上吗？22，为什么22？啊？为什么蒙的？好，恭喜你回答正确。哎呀，这都算呢！恭喜恭喜！好，我们第三轮最后一轮了。第三道题的问题是，请问前往第五中学应该乘坐几路公交车？好吧，可以去听了，来放。这个有点耽误事儿，它这里边本身有数字。最后一句什么？Просьба к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ам из пятой средней школы на 102-й автобус。那是豆腐，那是豆腐。我看，我这掏重点，这回掏什么呀？Da wo stopp sich nach Dorf daroi Autobus。哎呀，呀呀呀！厉害。坐多少？102。1002路。102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正确。哎呀妈呀！厉害呀！这给全带来了。我纯翻译。耶、yeah! ！哎，他厉害呀！恭喜老舅！哎呀，这家伙，这门语言不易呀、啊，这门语言。下回你别来了啊！你这一来太影响我们了，你这一来，显得我们智商集体下线，你知道吗？让你这么一整，俺们这智商都基本上就没有。下线哥，你不好好背，你净想着没用的招，你净靠蒙，你就得学语言，得认真学。我们来总结一下，老舅19分，获得这趴的胜利啊！哎呀，真厉害！哇哇哇！这太厉害了，太细了，太认真。恭喜恭喜！然后。其他的分数还公布一下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别公布了。好吧，我们事实证明啊，那个老舅确实是一个善于交朋友、具有语言天赋的人。rapper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前往我们的另外一个朋友的房间去分配本轮的卡牌。啊，就来分卡牌。分配卡牌。哎呀，哥呀，我来了。接下来我手里有24张卡片。24张。分成8组，一组是3张。你要在7中选择一组是你自己的卡片啊、哦，接下来的7组卡片都是由你来分配、嗯，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环节，嗯，你选择，比如这组卡片是你的，嗯，你有一次换卡片的机会啊、哦，我有换卡片的机会，哎，但只能换一次，我是盲选，对，对对，你是盲选，我是盲选，我这个我就来这个吧，刚才你都给我点了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有个对儿，是要是不要呢？你现在可以翻到下一组之后，你就决定可以换还是可以不换。那我不着急，我等会儿换不行吗？但是你必须是翻完这组决定你换还是不换。你要不换再翻下一组，还是换还是不换？你不能都翻完再去换，那不允许。哦，随便，那我看一下这个啊。哎呀，这个好啊，那我换了，决定换了哈。换了，我换了，我换了，我换了。这组是你的卡片、的，剩下7组你可以随意分配。我瞅瞅这是啥？哎，这个也还行，有一张这个好牌，再给树林哥。这个我给保罗大哥吧。这个给我广坤叔吧。好，文松哥，我这个给他。啊，这给娃哥吧。我这个吧，我必须得给云鹏。刘能叔，你看他命多好。那我这给他抽的还不错，但最后就剩这一个了哈。啊，分配结束，恭喜你，感谢虎哥，加油！好嘞，期待下把咱俩还见面，还是我，加油！不给他们机会了。我终于也有分年轻的小孩，有一个有一种模式，然后我们这几个老的有一种模式。对，但这个其实还是更偏地域性一点。像这部综艺就偏东北属性，东北那边很强，对，它跟年龄倒不发生太大关系，就没有联系。对，因为这几位，我这几位哥哥都是东北的知名的笑星，对。哦，那这样就已经是老战友了。对，他们是同门师兄。哦，同门师兄。同门师兄。哦，好玩。我也是这里人，我也是东北人。啊，你也东北人，所以你不怕冷？我也怕，东北人其实最怕冷。也怕冷，怕冷，因为我们屋里面很暖和。啊，有坑吗？嗯，有炕。啊，炕不是坑，炕。对，炕。啊，炕。好，
宝乐哥，我推销一下我这个好朋友，他的名字呢叫吃饱了。哦，那我叫车保罗嘛，他是我兄弟，叫吃饱了。哦，那然后呢，他的好处呢就是踏实，有后劲儿。哦，我这也隆重介绍一下子，非常活跃。老舅，你那就叫舅老爷就得了，不能给他起那么大辈儿。这个我起名叫蜘蛛侠。特别愿意爬墙，我就看中他这一点了。哦，真的、哎，性格就是淘气，淘气包。你这你们起那些多没有气势，毛冲、张小丽、西狂啥玩意儿？我这没气势吗？爱谁谁。我这个啊、哦，蜘蛛侠，咱拼一下吧。冲啊，小丽，去吧，小丽。冲啊，哥们儿。哎，不带推的。哎哎哎，那咱玩赖了，推不行。我刚才给他助一下力。那不算，那不算。你看他现在他都不走，你们往前点，马上撵、哎、回来了。我这个走，兄弟，兄弟，往这边走啊，小丽，小丽，小丽啊，小丽，往这边走，小丽，走，老弟。哎，对，你那不行，哎，什么不行？你刚才都推了我，啥不行？别赖啊，别赖，哎哎，太赖了。我放弃了，我这一轮肯定是放弃了，一动不动这家伙。你来准备，三二一，呀哈！哎，三哥，三哥，哎，三哥，你干啥呢？他把那是拴上了啊！哎，拴腿上了。走走走，快快快，快快！你啥跑了？你那玩意儿，哎哎！到了。往前走，靠着同跑啊！是谁的天王啊？走了，我这在这吃上了。哎，有好东西吃啊！哎，你可别把我的小丽给喂塌了。你我这小丽的是。哎嘿，哎呀妈呀，大哥，我刚才带你不保啊？我是啊。你这有点差点意思。差点意思了，不是，我刚才我是纯一档牌，你给我拽到直接拽三档去了，是吗？我现在有点懵。接下来转场去东方第一村啊，这个地方是中国、朝鲜和俄罗斯三国交界的地方。好嘞，好，我觉得这样喊个口号，但口号能不能让车保罗老师教一下大家粤语？好，没问题。征探区区乐。包哇，来三二一，来追弹推老头哇！我跟宝石，我俩十五年，十五年，对，那我跟车老师我们认识能有个20年吧？哦啊，从小就看一些电视。我的根儿，他是东北人的根儿，这有我的魂儿，白山黑水真勾人儿。我的四叔叫广坤，没事总爱捅点词儿。我的老舅叫树林，一看他就是讲究人儿。东南西北方都是人来疯啊，金叹俱乐部是场场不落空。那你看，东南西北中，你说中不中？嘿，来到了大东北，你得放放松啊。放松。东南西北方。还得是东北风、啊，无呀！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东南西北风都是人来风。大家好，三号、四号，你这咔咔的，我都不忍心下手。没事，你下吧，你下去吧。这么的吧，哥。啊，你感冒了，我让你一只手。这玩意儿不用手啊，也。咋不用手呢？我这只左手不用。哦。你可别忽略他，他我跟你说，他体校的啊，这个呀，那你早说呀，我，你看他长那小子老有劲了，我可没劲儿啊、哦，准备啊，三二一，哎哎，你干啥呢？你今，小轩，你光转你没有背有啥用？你搁外边呢？他给自己缠成木乃伊了，一会儿。你听说你体校？你那还体校？
哎呀哎呀，你不一会儿掉下去了。哎，起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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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云鹏哥获胜。好。哎，你别说，你有两下子呀！我的，这还感冒了呢。搁床上这种小旋转，就是怎么整的？就他的外号就是炕上小旋风，炕上小旋风，受我一拜，旋风厉害！哎呀，太行了！啊，你还要一个手不？不要。来，五号、六号，准备好了吗？哎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嘿。这个是个招啊，不是？哎，这招行，我说这招行。你再来一下，那背都是你的。哎呀，好。三哥，才能美人鱼了，哎，才能美人鱼了，美人鱼，哎哎，白素贞吗？是不是？白素贞，哎，这白素贞，这把是白素贞，浑身白素贞，承让老师，哎，你这个海狗传厉害，海狗传，海狗传，啊，老师给我来个海狗传，这个叫海狗传，咱们就在这待一会儿。以不变应万变，这我就在这儿，这多好！我选好地方，我就在这儿。不好意思啊，没事，不是，咱就说这个事儿，现在哎，研究这个事儿呢。我也懵了，那绕了个圈，我是左边的人，啊，直走，啊，直走，过桥，过桥，好，直走。那我也行啊，你咋不行呢？他这玩意儿就像那转盘似的，你往哪面走都行。哎呀，二号，二号抓三号，我去打四号。好，请各位打开你们的定位信号。打开了。蹲这位置一目了然。各位玩家，现在游戏正式开始。三号离我特别近。各位玩家，现在游戏正式开始。哎呀！第一个出发，第一个淘汰。第二个。啊？第二个。啥呀？四号比你先淘汰。谁呀？我不知道四号是谁呀。四号比我先淘汰的。哦，走回去。哦，五号吗？五号。哎哎哎哎哎！别动！这别动！抓住他了！哎，别动！抓住他了！哎，你过不来了。哎、我过不来。哎，哎，那么巧。哇，恨你这个，三叔。你好厉害呀、啊！啊，他比我强。哎，啊哈我几号？几号？我操！哎，几号啊？几次？我不知道。抓住了吗？抓住了。现在四号被淘汰，四号被淘汰。我替你报仇。行，田二哥。哎。咱们就是一个什么战术呢？长跑，慢慢拉他。田二哥，你得抓五号了。啊？你拉啥啊？哎哎哎！你要那么转，你得转圈儿。你看我的，你得转一圈才能这样跑。站住！站住！啊！哎呀，你停了吧！
差不多了。你这老小子，你挺老胖，你跑的咋那么快呢？哎呦我去！先放你一马。我告诉你，这玩意儿其实咱俩结盟最好，二和三一靠上背，就等于可以往下一个一个排。咱俩在一块儿，一号还不敢整你，听懂了吗？溜达一会儿也行，歇会儿吧。你这是个招，没想到呢，是不是？你看这定位，咱俩搁这溜达的，二号、三号紧紧贴在一起。他们也研究这事儿了。我告诉你，力哥，快来呀，快快！力哥几号啊？你先转一圈再说。我一直搁这转呢。你咋都抓我呢？你抓我干啥？我抓你，抓你咋抓你？看见了，看见了，你咋不救我呢？啊？哎呀，一号可以抓三号了。力哥，快来！啊，你可以抓他了。不是，你给我搂了，你就搂他。天王。力哥，快来！哎，好了，快快快快！三号现在淘汰，三号现在淘汰。善良的我，最后伤痕累累，剩了一张地图。咱们应该控制住他呀。不是，一号抓我。谁是一号？力哥是一号呗。你咋？你还在这看热闹呢？我让人给摁了。啊，对，哎，累完了，不，哎，那俩大哥都啥体能还坚持呢？力哥，人家讲话，人家玩的不是体能，玩的是脑袋。我跟你说，就那个当哥啊，拿着牌准保让你先找不着，准保找一个背景点，守株待兔。老舅和保罗老师两位是默认和就跟云鹏哥一样有七颗金星，开始打，太好了啊。太好了，你们忙活一季呀，啊，忙活一季没捞上七颗星，忙活一季最后一把牌输了。三号啥似的？三号就长得像三号似的呢。我看有没有？我看有没有？我看一眼。我给你找找，就这长这样。那边？那边没有，小嘎小嘎。珲春春季朋友王争霸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哪一位拿到了特殊标识，请举手。哎呀，力哥，巧不巧？你说他随便出，是随便出。我出了啊，好，来吧。五六七，五六七，哎，对，要压他是六七八，要不上，要不要？六七，要压他是六七八，我没有，没有，我出了，继续出了。慢慢来。哎呦，大哥能要上炸弹，三个五，有炸的没？炸了，三个几？三个七，三个七，不是你按顺序来。我没要，没要，没要，三七，你我管不起你，你三八，哎呦，太厉害了，三八你要不要？三八有没有？不要不要，要不要？炸了，别动。三个九，哎呀，太厉害了！三个九，三个九不要，炸了！三个十，三个十，三个十就三个十，我怕你。啊，那当会儿了，当会儿了。啊，赶上。谁上四个的了？还有人吗？没了。三个十有人啊？我没有。出了啊！四五六，接吧。啊，到我了。五六七，五六七，文松的有没有六七八的？出一个拍子算我赢，来吧，不要。到你了，到你了，大哥。你炸用完了吧？炸的，三二。哎，还有炸啊？三二啊？来，你再给我来一个。你几张了？我再炸一个，剩一个。那你先别走了，炸你，仨三。你啥呀？仨三。仨三好，我不要。嗯，什么玩意儿？仨三。
这对吧？对对对，三个八，这啥呀？哎呀妈呀，还可真不咋地，可不怎么地。三个八，啊？哎，还有三个九，进去。哎呀，怎么的？还有三个九？我两个会儿啊。三个九完了。哎呀，算错账了，人家赢了。谁也让哪有俩王了都下去了，现在你俩会报个十不就可以吗？没有了，会没了，这牌只有天王能打上，估计我打不上，他也打不上，谁打不上？十还没露面呢，十没了啊，十没了，我仨十，他俩是他俩。哎呀拉倒吧，炸你妈！哎呀拉倒吧，炸你妈！仨十，炸你了！我他妈真有，你看我就说呢吗？俩报一个，搁哪整的这仨十？我跟你讲，人家有的人玩牌会玩的不露，知道不？哎你几个十啊？我一个，我扎不上他。有会没？有也扎不上他。哦，我，哎呀，拉倒吧，炸你妈！仨十。这有个感叹号。那完了，我凉了。没准哥你巧一个就能出去。我他妈一我哪出？不是。你一是什么？你管是什么？管十啊！我一管二十，一管了十吗？一管不了十。你没用，你炸完我你走不了。那你先走了，游戏结束了。结束了，结束了呗。你一个飞行嘉宾，你说你十不行，不行，兄弟，你是飞行。你送他。飞行嘉宾玩也得认真的。那我不怕，我剩一张牌，我顶多给出一颗星呗，对不对？我这么的，我拉了你吧，啊，要单要双，我啥都行，小单能接住不？哎，你们玩的还在研究的哦。嗯，哎，那你们不能那么研究啊。啊，那来了，来了啊，我拉了，我让这一张没出太可怜了。我不想出，我要把它拿家去，一根不能少，做纪念。四儿了啊，我不要，是你不去啊。来个六吧，不是你得是五，你得出 五啊！对不起，我错，没有五不能要。好，五六有没有？云梦哥，哦，我没有，我不管，管不起。松哥，松哥不要啊？没有六啊？断六啊？六我不要，我六啊，我六也不要，我不要。好，列位哥，好，列位哥，打个七吧。正好八，对，九，九，我来个十吧。好，娃哥打，我打我这一手牌呢，五六七。我等你很久喽。哇，恭喜恭喜，七八九，不行，不是六七八，六七八，你这很久白等了，大哥，等于没等。五六七有要的没？你要不要？没有没有。没有，要不起，那啥要去？都不要了，我不要。瞅这样，我要走了。你几颗了？七八九，七八九，有人要吗？没有，不要，都要不起啊！啊，要不起。我想一想啊。啊，想想。不行，我瞅你要跑啊！我瞅你这姿势。那你炸我？不是，不对，你我看看你出啥？啊，我瞅你出呗。我要出，我出张十。十你都投了？哎呀，有人十在他那儿。没有没有，十最大了，哎，一能管十不？一不能管十，十没人要，我俩一，出一个一得了呗。我出俩一，那我两个就可以了。对，俩二你得啊，俩二。哎，你这现在这眼神充满了慧智。一对一还有人要吗？管呢，三哥呀。不行，那不能让他跑啊。炸你仨二。三二啊，剩仨三，哎，该着啊！这你啥啥呀？这是啊！哎，你这咋不出呢？你为啥不打他仨十呢？打啥仨十？我这一，不是你仨一呀？这是炸呀！那打不过仨十，那你不炸他十呢？炸谁十啊？他那十呢？对呀，他十哪不炸？我不炸，我为什么要炸呀？我炸完我输，他有炸人留后，我硬可让他出。他留啥后啊？他剩俩一，他有没有炸没炸？不是，就炸没炸。他仨一没我仨三大呀，炸我十，我再炸他，完我就剩俩一。来，我数一下每个人几张牌，老舅几张牌？我剩四张，我六张，我九张，三哥几张？六张啊，力哥几张？我三张，我剩一个，你几张？
啊，我六张。嗯，你上屁股底下再找找来。人六张，你上底下再摸摸来。我出好几个呢。你上后屁股底下再看一眼来来。那个什么，一张几个牌？一张一个牌啊？一张一个牌啊？啊，那我就总共四个牌，我整六张已经没有了，还有这些。完事了没有？这还有。你还有呢？你划了划里头没有炸吗？你这么多牌没有炸呀、啊？没有没有，一个炸没有的。他出一张七，干就出一个七，你得查准呐。我总共就四个牌，就出一个七，还有十二根呗。我想说一句，我非常感慨，我从来没想过我一个 rapper 能跟这些人在一起，演家出唱一首歌，是我的荣幸。走起，星探小乐队。我的根儿，他是东北人的根儿啊，这有我的魂儿，白山黑水真够人儿啊。秋收的苞米放到地上一大堆儿，谁要跟我过日子儿，保证他不吃亏儿。我的三哥叫广坤，没事儿总爱动点词儿。我的老舅叫树林儿，一看他就是讲究人儿。过了前面那个店儿，他叫什么这个村儿？待会儿田娃看着那四轮子儿，接你唠一会儿。大米饭你可劲儿造，喝酒千万别叫号，打麻将也能鞭炮，咱可不当大山炮。当院有鸡鸭鹅，还有个小猪羔，那柴火垛你随便抱，我这睡觉别闲唠。管这几两好地方，全国人民的北大仓，热热闹闹等你来，这个饭菜绝对香。东南西北方还是东北风啊，星探俱乐部你到底冲不冲啊？快乐是生命源，你得放心中啊，卷起了龙卷风，全都别发懵。星探俱乐部，哇！